这也是以敬宗旨趣而说的，但是这个说法的是范围大。万法俱寂，这个道理太深了。我们看到万法俱动，刹那生灭都在动啊！啊，万法俱动，那就不是如了。如是讲的体，我们所看的是相啊，作相啊，相是动的。作用是动的，体不动啊。啊，就像在海里头，我们看这个波浪，啊，那个浪花起伏，它在动啊。啊，它随着风向。随着流水的方向呢，不断的在移动啊，那是它的作用啊。啊，起伏是它的相啊，流动是它的作用啊。但是你要晓得，它的体没动。啊，体叫如。一心不乱，一心啊，心不动。二心，二心是动的。二心是你心里就有妄想了，所以这个想啊叫妄想，啊，意思就是告诉你那不是真的。啊，真心是真心里头没有念头，真心立念，真心无念。这大乘经上常讲啊，有念不是真心啊，无念是真心啊。这个地方又要搞清楚，无念不是无想啊，不是说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哎呀，我就是无念了，错了。这个地方真的差之毫厘啊，谬之千里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要把无想当作无念呢，你真的修成功了啊，是无想定啊，你将来的果报在四禅无想天，不能解决问题啊，搞错了。